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You've told us nothing of this place. Look at us now. Raiders. Playing with fire. Everything to lose. But even more to gain. Okay. 你们刚刚看到的是《最终决战》的同一个团队，就是过去《战地》系列的前段系列团队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第三人称的游戏作品，它在明年的时候释出，在Steam上面已经可以预购了。那我有预购这个它的测试版，它在明年的2025年。那刚刚你们看到的是这个电玩展的这个前导的影片。这游戏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出来呢？这个游戏呢，如果你喜欢第三人称，或者说喜欢射击游戏的话呢，这个游戏你可以值得去期待哦。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游戏本来它的收费机制改变的。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游戏是免费制的，那让你去氪金。那现在呢，我看一下它的官方，它是说是$40。他们改变了他们收费的机制，所以说这部分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话，如果你$40可以体验到一个完成度高的游戏，我个人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当然，他可能一定还会再利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去获利，什么至于是怎样是不知道。那这个游戏在今年底。10月这个月底的时候会有相对的测试的时间，大概就7天的时间。我有申请测试，不知道有没有过哦？有没有申请过？如果有的话，我会提时间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体验的这个感觉。当然，如果有签订 NDA 协议的话，对不起，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再来的话就是说呢，这个游戏在 Steam 上面目前没有看到支援中文，所以说如果你目前对这个没有支援中文的话。感到却步的话，我倒是觉得说，你们可以暂时先观望一下哈，等一些大佬或者说一些人入坑体验之后呢，那如果说有中文版的话，我再去体验。那我希望这个游戏不要让我失望哈。那很多人，包括我，都是因为《战地2042》失利的情况下呢，去注意到《最终决战》跟这一款游戏。这款游戏的中文名称目前。还没有确定，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所以说只能等到中文部分的话来讲的话呢，确定之后呢，那我再进行做所谓的翻译的动作。因为毕竟我不是代理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YouTuber。OK， 我是Ido，感谢大家的收听跟收看，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